鼻子夹起来就吃不出东西的味道。把什么说眼睛蒙住，还有鼻子捂住，怎样会分不出可乐还是沙司？真的假的？我也很怀疑。眼睛闭着，鼻子夹起来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这应该不会猜错，以我对他爱的程度，脆脆的，哎，真的吃不出来哎，应该是玉米。答对了，这个口感就是玉米啊，看，说我最爱吧，这是什么玉米啊？可是真的没味道哎，为什么？我的味蕾跑去哪里了？哎，我真的吃不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我最爱的，甜甜最爱的，甜甜最爱什么？玉米。这东西为什么要想那么久？玉米。第二题。第二道料理在汤子上，猜它是什么动物的肉？动物啊，这最好猜得出来。这是特产。台湾有名的特产。哈？来喽。那个火腿，猜不出来。我随便猜一个。提示好了，提示好了。好，还可以提示好了。我们在宜兰买的。哇，惨了，鸭肉。叮咚叮咚。Yes。请坐。鸭嗓。答对喽。威猛威猛。宜兰，我只知道宜兰牛舌饼，算牛吗？牛吗？牛。啊，错。错吗？为什么你一猜就知道鸭嗓？一样就是吃鸭嗓啊。答案是鸭嗓。鸭嗓，对对对。你吃过吗？我吃过哦。可恶！依然有名的是鸭嗓哦，我一直以为就是牛舌饼。牛舌饼里面有牛吗？没有。说了一个白痴的东西。我只觉得很咸而已。猜这是什么食物？食物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皮蛋。叮咚叮咚。耶、yeah! ！很像蛋黄。溏心蛋吗？你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吗？溏心蛋。溏心蛋吗？对。答错喽。那个皮蛋。叮咚叮咚。嗯，皮蛋很好吃。它的里面是软的，然后外面是那个咕溜咕溜的。嗯，我记得这好像普拉不爱。好，你可以把那个夹子拿下来。这是什么？皮蛋哦！怎么是？我就说他不爱呀、啊！我就说他不爱、啊。这个皮蛋真好吃，嗯，好香哦！哎呀，我只觉得那个口感好恶心哦！啊，天哪，我的那个嘴巴好臭、哦。换汤匙喽，对吗？对，一样是猜食物。哦，最讨厌这种狗狗暖暖的东西了。这什么啊？哇，有点像咸蛋黄的东西耶。决定了吗？就咸蛋黄，是吗？咸蛋黄。叮咚叮咚。Yeah!这么咸，咸蛋黄，对不对？叮咚叮咚！啊，我要吐掉啊！鸭蛋吗？咸蛋，咸蛋。答对喽。是吗？叮咚叮咚。我不要拿下鼻子，很咸。哇，我不要把鼻子拿掉，不然我会闻到那味道。
哇，可是这个有咸味耶，我感觉到它的咸味。我怎么都这种的？猜猜看，这是什么酱？酱。甜的哎、欸，是甜的吧？甜的，巧克力吗？不是，不是糖。提示：夏天。夏天，炼乳，炼乳。哇，这提示是不是太明显？嗯。好，下次要提示别人。叮咚叮咚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这什么？我你看还不知道？吃不出来，那给他，再给他舔一次看看，我闻看汤匙好了。炼乳啊！好炼，他还是不知道炼乳对不对？对，好饿、喔。现在吃得出来，吃得出来。你不喜欢炼乳吗？我记得。嗯，好吃哎、欸，好想吃个草莓哦、喔。第六道题目，请猜这是什么酱料？又是酱料，很怕什么辣椒哎、欸？哎呦，酱油膏吗？五。四酱油，二一酱油，对，啊好咸的、哦！你已经做出答案了吗？酱油膏吗？对，请作答。酱油膏，啊好咸哦！对，嗯，这什么啊？番茄酱、哦？对，因为它的触感就跟酱油膏味道一样啊。这题波兰也才对，他超爱番茄酱，请作答。番茄酱酸酸的。咸咸酸酸番茄酱，叮咚叮咚，答对了哦！啊，番茄酱。饮料就一样啊，这怎么猜啊？哦，哇，声音有气哦，有气哦。哎，我喝不到。我拿吸管好了，这是很棒的选项。有气的饮料，我来喝一口。CC 柠檬，叮咚叮咚。CC 柠檬，叮咚叮咚。我不知道，我超痛。答不出来哈。CC 柠檬，叮咚叮咚。真的假的？感觉就是在喝气泡水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像在喝气泡水。嗯，好喝。饮料感觉都要提示了。好，随便猜，绿茶。对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认真随便猜哦。绿茶哦，绿茶吗？叮咚叮咚，好快哦！你怎么那么快？因为他没有气啊！哇，这个我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一定是无糖的。然后以我对这里了解，大概就是无糖绿茶。答对喽！你可以把夹子拿下来。好痛哦！很痛。哇，嗯，这是蛮简单的，真的，一喝就是没糖，然后这边最多就绿茶嘛，对不对？这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不会是我不敢喝的了啊！我知道这是什么，我也常在喝的，
所以我这个触感我觉得很熟悉，这是牛奶，对不对？叮咚叮咚。Yeah! 我超常在喝的，这个触感就是牛奶啊，这个就是会有一点稠稠的感觉。牛奶啦，好恶心哦，我觉得很恶心，有点想吐哎、欸。是不是牛奶啊？牛奶是什么？牛奶。牛奶。答对了。这个怒吼的感觉，这是我。他很浮夸，你真好喝。超夸张，你这喝牛奶会死掉的那一种。好恶哦、喔，牛奶对不对？对，欸，你怎么喝出来的？因为我很爱喝牛奶，我要死掉了。最后一题是食物，食物直接吃下去就行。好。狗狗的东西了，哇，这很难哦。牡蛎，你说什么？那个面筋吗？叮咚叮咚，答对了，是面筋啊。花蛇有酒，答对了，我吃到花蛇隔壁的酒，有啊，里面有花蛇。啊，我怕是很难吃的，是好吃的吗？好吃的啊。啊，花生面筋的面筋吗？哎，对。哦，你不喜欢哦？我不喜欢。哎，这个很屌哎，你没有闻到，你真的吃不到味道哎。嗯，哇，好香哦。没有想到这样捏着鼻子吃东西真的没有味道，那个味蕾不知道跑哪去、欸。小朋友真的可以靠这一招吃药哎、欸！我也是，我现在也是，我都是捏鼻子。哦哦哦，你还在这样子吃药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他是小朋友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一千个赞，我们就会下一集哦。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呐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